七夕快乐！嗨，七夕，你是七夕吗 ？Hello， 肥宝 ，Hello， 七儿 ，Hello， 阿贵仔。我刚在吃东西。今天我是讲哪个很久没去，我知道是茄子，对不对？对，我就是在说茄子。我就是在说茄子，哎，茄子位置很好哎，真的是它位置这么好，还不常来看樱花，会遭天谴哦。Hello 阿尔法 ，Hello 小树 ，Hello 慧香，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快乐一波。我刚刚去开一门哦。就今天晚上来开箱一些东西，然后会来讲一下 mini concert。虽然我觉得我已经用打字的方式讲的差不多了，然后今天的宵夜是头螺烧，送我一个哆啦 A 梦一定要有的头螺烧。大家都去看放下好不好吗？我还没看，还是我们先来看放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放下好不好？你有买顶胖虎先不要，我不是阿尔法，你还被我出镜哦？说什么？刚刚才看完阿潘坐后面一点点，为什么要坐后面一点点？阿潘坐后面一点点，为什么？嗨，阿潘，我跟你说，你要跟我说什么？瑞还没，我们一起来看放下偶包。今天的我还没有看，胖虎怎么了？哇哟，可以！谢谢本人，呜，我知道为什么要坐后面一点了，呜，可以。阿潘罪名刘海太重，哎，被发现了，不去看樱花会遭天谴，怕爆。就是你如果去，你如果来了，然后其实坐了很好的位置，你下次没有来你就遭天谴，就是你去看别组就会坐到烂的位置。好大声！我跟我朋友发现，我们下礼拜约要去的密室逃脱就是你们玩的那个，真的吗？哈哈哈哈哈！叫好大声！放下好吗？捡起来。这次来坐在山顶，下次不去不会怎么样，对不对？下次不来就是你会没有机会坐在很前面。你这次坐山顶，搞不好下次就不是山顶，对不对？密室逃脱，胖胖常叫，我没有叫很大声，我还好。应该吧。就是那个 Only Today 的那个眼罩 ，Only Today， 噔噔。哎，我们那时候说姐姐，请帮我们上音效，还真的有上 ，Oh my god， 太好笑。哒哒啦哒哒哒哒，进来马上降音量。你说那个尖叫什么？我们一直在摸雨晴，就是我们一直抓着他，又不想不想，什么都看不到，会不安。行きましょう。笑太大声，哎，我不知道其他两间的人的罪名，身高太高。因为我们被分间了，然后我就是不知道，我知道马油是偶包最重，体重太轻，邱平涵体重太轻，我的罪名刘海太重，这就是没有什么
对啊，就大家都知道我的物理有包，太会说话。哎，琪琪也是太会说话，我觉得还蛮贴切。狂叫！我那时候很努力的，就是抓着前面的人，然后我就确认这个身高跟这个味道应该是品涵，我就这样子一直闻一直闻。哦，对对对，这是品涵，这是品涵。我觉得其实整集呀、啊，就是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戴着眼罩，因为你什么都看不到，就是觉得很害怕。阿凡刘海太刘海太重，对啊，刘海太重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厉害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开场就是站那个位置，就是跟我们分组一模一样。听说分组好像就是姐姐事前就先分好，然后我完全不敢走，就是我根本不知道前面都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很害怕。你被东西攻击没有吓到？我没有，只有那个，我被关门声吓到，那个监狱的关门声超大，就啪，我就哇。就是，通常被吓到是蚂蚁有被吓到，因为我反应很慢，所以我去就是去这种地方，通常被吓到都是被我的同伴吓到。完美刘海太厉害了，是呗 ？Hello 明。长颈鹿，很脆耶，脖子太长，很脆耶，面面。大家都在闻香水味，确认彼此是谁。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很害怕，因为麻油走往后面，我超怕姐姐下一秒把麻油的手扯开，我超害怕的，就是不知道会跑去哪里。素兰反应说是对，以后跟阿潘去鬼屋玩可以吓一下阿潘。阿潘没有去过鬼屋哎，我胆子小到我不敢去鬼屋。麻油说有你真好，我心里想的是不怎么是麻油没有。麻油很不会玩游戏，麻油真的很不会玩游戏。你们看了前几集应该有注意到麻油玩游戏超弱。监狱。这所监狱呢，叫做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它是位在美国旧金山湾附近的一座。我觉得密室逃脱的那个故事设定都很厉害。反向那个算一点点鬼屋，那个超可怕，那个真的超可怕。反正那个真的超可怕，我从头到尾就一直抓着真师傅，我就说啊，不要走，不要。老鼠。根本没有老鼠，我们在这根本没有老鼠。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跟人讲一下，就是我去玩的，因为它其实是有先设计过，就是为了我们而设计的关卡，所以你们看到我们的关卡不会，就是不用担心说到时候去他那边玩会被我们爆雷或怎样，因为它是为了我们 TTP 特别设计的关卡，所以虽然布景是一样的，可是内容完全不一样。那我就讲一下，就是我在里面就是一开始说要找老鼠，所以我一开始其实蛮冷静，就是我玩这种密室逃脱，就是虽然也是我第一次玩，可是我就是还蛮冷静的在想，因为我想说就是墙壁上也没有东西，然后我就看就是房间里面就是有那个杯躺，对，我就想说能藏东西一定只有马桶，所以第一个就是当机就这样直接就开马桶，反正他就有一只手在那边，反正就是假手大家都知道。今晚我想来点什么 Uber Eats， 我快笑死，后面就跟交友一样Uber Eats， 哎，那个很可怕，好不好？反校那个真的很可怕，
而且镜子那一堆我完全不敢走，哎、欸，就是有一堆镜子那边我完全不敢往旁边看。那个马桶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雷丘，哦，他们没有马桶，我们那间里没有马桶，他们没有马桶，他们只有水管。唯一被吓到的只有走太快 ，skip 剧情没法开门，我真的是很害怕，就是反向。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被吓到的点，就是被，就是我们走太慢了，我们就一群女生，然后走太慢，结果在后面就是有一个教官，他突然走出来，然后讲说走快一点，然后我们就哇，什么妖精？而且我是被，就是我被吓到是被那个，就是七七戳了一下，就是三间。有那个共通的点，然后是被琪琪吓到，其实是被琪琪吓到的。平常他以为只是装饰，我们就是马桶，然后打开里面就充满了虫跟那个假手，你知道吗？被琪琪，对我玩那个密室逃脱逃出来都是被琪琪吓到，我根本就没有做。戳太大力墙壁，对，他戳太大力，然后有嘣一声，然后我就哇，什么东西？他们很冷静耶，我快笑死。其实平衡组超冷静，我觉得。心脏不够强。没告诉他们会掉东西，原来他们都知道。我觉得麻油超好笑，麻油就是他直接在那边，然后他就被东西砸到，然后我整个就是黑人问号，你们看到我的脸吗？我两个就是，有东西啊，麻油一直被东西打到，超好笑。掉东西这个一定不能说，好哦哟。Hello， 好哥。好哦，西西有点认，三个我两个在，果然就吵，对啊。哎、欸，我还好吧，我觉得我是冷静的那一个。计划通，可是其实我们那个好像，算简单的。七七来问我，连这边都说一二啦。后来七七也问我，七七就问我那个问题，我记得是二，
然后一是两者都不是，就是一不是，一不在那个范畴内。哦，好长哦，那个喝水的，那个喝水很难喝的精准呢。然后我至今不知道品涵跟雨晴的那个题目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题目是什么，才不敢给你们玩太难的吼。哎，我也算聪明的好不好？我跟你们说，那个箱子里面其实很难啊。还有下一集是不是？原来还有下一集吗？它剪成两集哦。我看看，哦，它剪成两集。还好我没有爆雷，还好我没有爆雷。你们期待一下后面发生的事情，后面真的发生了很多好笑的事情，你们到时候看觉得很好笑。嗯，今天的手摇是那个我很爱喝的单叶的茶，我打过不少次卡。酥油头，今天喝的是酥油头，然后喝的一样是就是这个应该是那个就叫手做黑糖布丁奶茶，对。手做黑糖布丁奶茶，它甜度是不能调整的。然后我觉得喝起来大概就是平常你出去外面喝手摇杯的微糖到半糖的这个甜度，我觉得还蛮 OK。然后冰块是微冰，觉得很好喝。刚刚不是叫你不要讲太多，还好我什么都还没讲，笑死！我刚还没有讲完吧？我刚刚就没有讲什么爆雷，没有，我刚刚没有爆雷到，太好了，我是边看边讲，差不多是半糖微冰的感觉，可是我平常自己喝茶是都喝微糖，它其实就是介于微糖到半糖之间，因为它的布丁其实还蛮甜的，可是后面一点就还好了，然后就是每一家手摇饮的那个布丁都不太一样，而且每一家酥油头的布丁味道都不太一样，我觉得那每一家调味有点不一样。然后公馆那家我不推，但新店那一家我觉得是最好喝的，这一家我觉得还好，这家因为就是我也不能说在哪里啦，呼呼。哦，这是什么毛怪？哇，拜拜。嗯，啊，吉奥巴，可以，可以，可以，超喜欢的 ，Oh my god！ 没想到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太可爱了吧！谢谢本人，阿里嘎多。新店离我家超近，新店的很好喝，因为酥油头店不多，所以我只要说了我喝哪一家，可能就是你们大概就会知道我家在哪，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们他在哪儿。对，但酥油头店是越开越多啦，就是其实人家分店在我家附近啊。你，然后我们来听女皇，这个很难抽，原来这个是抽的哦，那你运气太好了吧，谢谢本人。Hello Lingo， 你的焦糖布丁做的怎么样？我已经在喝，哇！我听错歌了，我们应该听《陪你去看流星雨》。哇哦！谢谢 Lingo， 哇哦哇哦，七夕快乐！你的焦糖布丁做的怎么样了，亲爱的？我已经在喝布丁奶茶了。
年券还好，真的很好吧？哦，本人那个是合出来的，谢谢。中间的行程就是各种开箱。今天七七你有跟悠悠出去吗？没有哎，我今天就是在睡觉。今天休假睡觉啊。等我一下，要补个妆。我刚刚回到家没多久。我昨天整理了一下我的化妆品们，然后它现在就是一个极大的堡垒，超好笑的。你要看吗？就是我的保养品跟那个。跟化妆品是越来越多了，那个画面有点可怕。大家都丢成这样，我是不是也该？没关系啦。我现在保养品跟化妆品真的越来越多，多到变这样，臭！而且再也不是全部，再也不是全部。我上次不是买了一个小小的那个，就是我说很可爱，很像我床头柜的那个整理盒，那个后来被我拿去装我的银眼，就是我都是买日抛透明片，所以就是在那边放的。樱花瓣的位置太厉害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樱花瓣从头到尾就在看山顶，然后每次姐姐都会帮我们做 mini 空的那个记录，就是我们自己看得到那个自己，就是从舞台中间看是怎么感觉。然后我每次樱花瓣我都直接整手跳过，完全看不到自己在哪里，所以我就直接就跳过。我根本就不用记，就是不用在意自己有没有跳错，就是正式演出。因为他录影是录那个正式演出，然后我根本就看不到我自己，所以我直接跳过。我每次都会看一看，我想说，好吧，来回顾一下哪一首歌是不是有跳错，哪一首歌可以唱好一点。然后看到樱花们整首跳过啦，祝子夜不要好吗？拜拜。然后反正就是对我又整理了一次自己的化妆品，都是学姐送吗？不是，就是有一半是自己买，然后有一半学姐送，就是今年累月累积下来的。这边就是盒状的东西跟底妆，这一块是我昨天买的，就是那个北侧那边不是有家 Tomos， 然后那家 Tomos 因为它要闭馆了，所以它就是全馆结账金额8折。然后我本来就是有点想要买粉底液，就是我这次 mini concert 就是其实是雨喵借我粉底液，因为我就是化妆我其实不用粉底液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有些人有仔细在听化妆步骤的话，我其实不用粉底液。然后我就看到 Maybelline 刚好在打折，然后他打折，然后结账金额又8折后，我就直接买下去，超开心，两百出头而已，超便宜，超大一罐哎。可是它剩下的色号就很少，就是偏黑，所以就挑了一罐比较白一点的。哦，这手真的很辣，那个什么咬唇我绝对做不到。对，它那间要关起来了，然后里面就是一盒一盒的。这边是眼影们，然后这边是腮红们，然后这边是那个修容跟粉饼们。然后这是我很常用的眼影盘，然后这边就底妆类这样，这个超好用，超喜欢。我真的是没怎么在用粉底液，就是只有老师帮我化妆的时候会用。然后这边就是唇膏、护唇膏，然后还有那个护唇膏是一半以上的护唇膏，这四条是唇膏，然后这边全部护唇膏，然后这边就是眼妆，一些小支的东西啊，什么睫毛膏、染眉膏啊，然后眼线笔啊、亮亮啊，然后这边是那个工具，就是刷具，还有夹睫毛跟那个剃眉刀。现在已经进化到未去先关了哟，什么意思？然后
下面这一盒就是一些用还没用到的，还没用到的化妆品跟那个保养品等等。小开给你们看，哎呦，就是里面是像这个是那个就是画眼影的，定期都要换一根。然后这个是前两天，真的是超开心，这真的是我超开心的。等一下，为什么有个味道？是我哪一罐没关好？哦，没有，这个味道太重。因为我最近买的是那个脸部去角质。就是最近开始比较重视脸部保养，然后就是芦荟啊，就是晒伤才要用。然后这是那个前两天在西门那边有特卖会，超开心欸！它这一个就是它原价其实很贵，我记得棉花糖蜜粉饼一个是要400块，然后另外这个素颜粉饼也是要400块，所以它原价都很贵。然后结果那天特卖会这一个是249。然后另外这颗大颗是299，超便宜，真的超便宜。然后里面就是化妆水啊，然后凡士林啊，然后乳霜啊，然后眼唇卸妆液啊，跟这个是头皮的保养，这是头皮保养，这也是学姐给我，然后就最近有在用。就是洗完头的时候抹下，然后就是小酒精，嘿，差不多是这样。然后防晒还放在那个床头柜那边，比握手券还贵，傻眼，太便宜了吧？那两个都是我的心头好。对啊，美雪，如果我不知道哎，他有可能卖很快，我觉得你可以去挑一下。我那天看到他是有卖两个颜色，就棉花糖蜜粉饼，他有卖两个颜色，一个是 MB，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记得是一个比较白，一个比较黑，他只有卖双色而已。可是这299，我真是建议你赶快去收一个，而且他有效日期到2022年，我绝对用得完，我每天化妆的我一定用得完。这也是啊，这个超开心的，这个。到什么时候？我看看，有效期限到2021的年中，就是差不多剩一年，这个保存期限剩一年，可是，一年要用完一块，要用完一颗粉饼，真的是很简单，非常之简单。我就先用完这一颗，然后再用这一颗，都还来得及。我真的是很缺这个东西。赶快手刀去囤一个，你如果这两天有空的话，就是那个是什么、啊？那是什么？峨眉吗？就是峨眉停车场，你知道西门有个峨眉停车场，就是它对面的那个成品。应该要怎么讲啊？路边还有什么店？我想想，麦当劳跟保雅那边的那个成品的一楼，就是在卡波限定店，在卡波限定店旁边，就是万年旁边那一个成品。那边一楼，你一进去就有了，在就是他那边有卖那个三明治，红瑞珍三明治那边，就有一个特卖会，然后他还有很多保养品啊、化妆品等等。可是因为我缺的东西就是我没什么缺的化妆品，所以就是我都只会买缺的这样。像这两天就是我昨天跟雨露去买粉底液，也是我缺粉底液，所以其他东西我就不会多买这样。就是化妆品这种东西，真的是用完你要再买会比较好。明天刚好要去西门去找去囤货了，赶快赶快，真的很缺。停车场那边也就一个成品盒，因为西门有两个成品啊，另外一个在电影公园那边，有些人会搞混，就两个成品不一样。旁边也是昆明医院，对对对对对。耶，楼上有打击场成品，对我有去过那里，笑死。我有去过那个打击场，哎，总之是这样。哎呀，好重！可是我最常用的化妆水其实也不是现在里面放的那一瓶，现在里面放的这一瓶是资生堂的。然后因为它保存期限还有很久，所以我先放着，就是还没有要开始用。因为最近在用的是一罐是学姐给的我，然后好像我也没有看到保存期限，他只有跟我说差不多一年内要用完，然后我就最近的狂用猛用。我没有搞懂台北成品过，就是到处都是成品，反正用完再买，除非超便宜。对啊，超便宜就要买一波。哦，我错。
管化妆水，就是学姐给的，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化妆品也太多，我那个算少的，我那个真的算少，那个就是我，就是我已经没有别的，那就是我整个房间里面所有化妆品。我找一下，它制造日期是写说有写在盒子上，但我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是没有找到过哎，它的制造时间到底在哪？我觉得它是没有写啦，它应该就是真的没有印。不知不觉累积这么多化妆品，对啊，真的不知不觉，这种东西是不知不觉。然后这一罐是叫什么？这一罐是 Deep Booster Lotion， 然后牌子，它有牌子吗？它有牌子吗？株式会社 Allen Allen， 他是写 Allen 哦 ，International Allen， 他就写 Allen。然后这一罐是幻容时光水，他这一罐超贵哎，这罐超贵哎，我这罐是100还是200ml啊？我不知道我这罐是100还是200ml，但是这罐超贵，我现在知道。它100ml的，这应该是200ml吧？这应该是200ml，因为我平常做实验的感觉应该是200ml。然后这个100ml是1450，200ml是2500，我觉得有点害怕。原来我平常在贵用这么贵的化妆水吗？难怪我最近肤况还不错。我最近就是有很努力的在用这一罐，哦，它是100 ml， 它上面是100 ml， 所以这一罐要1450，跟资生堂完全是两个世界。我平常是用资生堂，就是保养也买得到的那种，我是用红瓶子，之前是用蓝瓶，然后现在是用红瓶。Oh my god， 总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化妆水，但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很优秀，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优秀，学姐对你真的很好，对学姐对我真的很好，我真的是。Oh my god， 这一罐1450他就这样送我了，就因为他用不完所以他就送我了。好。Oh my god， 真的很贵。好，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我们来开箱一个。我今天终于使用了我的动资卷，我想很久要用在哪里，可是这种东西总是敌不过就是一瞬间的一个冲动。我告诉你们，就是就是我今天刚好去一家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家叫奇摩子，他也是卖运动用品店，就是跟 ABC Mart 很像，就是都是卖各种牌子的运动用品。然后他在做 Nike， 就是他 Nike 很多鞋子因为开学季，所以在做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原来是1450，那真的不便宜，是吧？超贵。然后对，就是我就买了一双鞋，大家知道我平常穿的那双鞋吗？就是我平常穿的是一双，不对，我好像你们应该很少看到，对，因为那双是我练舞用的，就是一双紫色的，它是 Air， 它是那个Nike 的鞋，就是 Air Max。然后那双 Air Max 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就是那个 Air Max 它是跟你们知道，就是那个 NMB 的 Quintet， 就是那四位前辈，我跟他们买同款的，然后我是买紫色，因为那时候特价，就是一双2000多少，就是2000出头，然后就是那时候就买那一双，很喜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我妈就一直很想买粉红色的，然后就我刚看到那种粉红色，就是有做买一送一 ，yes， 它就是全款像买一送一，然后我想要紫色的我已经有了，然后我想说那怎么办啊？那跟妈妈买一样好了，就是粉红色的，超开心。可是它的粉红色，它那边做特价的，就是同款，其实就是那个是成人款。然后我这次买的是童鞋，对，童鞋，就是
跟前面这边布不一样，就是我的紫色那双 Air Force 前面这边是透气布，然后这一双前面是非透气的，就是不透气的一般的鞋子，像这样，它是粉红色的，超可爱。然后这一双原价是3500，它就是用原价，然后就是去做买一送一，所以我3500，然后扣掉我的动资券是3000块，然后买一送一的话，等于说一双球鞋是1500。1500买一双 Nike， 我觉得很 OK 吧，很 OK 吧。就是我现在有一双紫色跟一双就是今天买的粉红色，因为它很舒服，所以就买下去了耶！ Yeah， 我觉得用动资券用的很，就是用的很心甘情愿，我觉得很 OK。这一双1500哎 ，Hello， 1500基本上只能买到最一般的买体，就是很普通的款式，不可能是这种有颜色的 OK。1000块，1500真的是什么好鞋子都买不到哦。超级 OK， 太划算了吧，是不是？一双最贵都要3000起跳。我以前买那种限量款，就是都3000多，然后买 Jordan 鞋就随便都3600啊，3500这样，就 Jordan 鞋便宜也要3000多。所以我觉得一双1500真的是很阿弥陀佛，是鞋 OK 的。而且，我的3倍券是我哥帮我买的，就是他没有跟我拿那1000块，然后。就是刚刚身上也有带3倍券，所以到最后付的现金只有700块，就是等于说一双鞋350。不穿勾勾鞋，我就是买勾勾鞋，还以为你会挑不同的，比较不同的两款哦，不会，就是因为我妈主要会买这双，就是因为我妈妈喜欢粉红色的这一双，所以就是她买，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不要挑不同款？可是刚好没有看到就是特别喜欢的款，我就想说，欸，那我就跟妈妈穿母女款这样，而且我们两个都是23半，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买母女款这样。而且我一双鞋真的是就是耗得很快，我觉得1500买一双舒服的球鞋拿来跳舞很 OK， 很开心，就是开心。我超重视球鞋的，就是便宜又舒服又可爱，开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开箱。对，我还有东西可以开，对，没错，我竟然还有东西可以开，太棒！上次还没开的。小厨师哎，你们看好可爱 ，Oh my god， 太可爱了吧，哈士奇小厨师，卡哇伊哦，卡哇伊，猜错了，不是小爱，是愉悦。可以像机车一样可以换轮胎皮的鞋底，欸，我蛮需要的，赶快发明，交给你啦，阿尔法，我真的超容易磨坏一双鞋的，拜托快点帮我研发这个东西，我非常需要。这是童年回忆，对，我要来开箱这个，你要去拿一下那个剪刀，哎，小。你看旁边的集合图，不是会很想全收吗？会很想全收，但我哪有那个钱？想什么？这一只就要800块，我哪有那个钱？对不？我哪有那个钱？
可以帮我扣五只成熟猪，把是细情扣呢，那有可能细情扣呢，我哪有迄落钱？那有遮好呀？我都买特价品的轮胎。就是没有特价就不花钱啦，阿盘好不？这有话看吗？嘿，阿盘，这个不会是跟雨喵一起去买，不是，是跟我妈妈一起去买的，是我妈妈烧我的，她跟我说买了啦，买了啦，我就好啦，买了。他昨天才开福音战士一番场，那是他跟他朋友去的，好不好？他跟他朋友去的，听说好像只抽了三抽就抽到，超猛哎、欸！嗨，里面是这样，哎、欸，我第一次开这种东西，我超紧张，我很期待，我第一次开这种东西，不行，我应该要放个小魔女斗瑞咪，对不对？放个小魔女哆瑞咪，这样，哇！庆祝庆祝！哦，他包成这样，超厉害，超厉害，他包成这样。哦，好，里面空了，就这样。五抽把 BC 赏抱回家，太厉害了吧！我记得雨喵是想要抽林多林，可是他就只有抽到阿斯卡这样。我毕竟是有抽到就很厉害了，我不知道看你看，我从哪里看？应该是就是有剪有胶带的地方应该都要弄爆吧？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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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边上面打开了，哇，在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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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泡泡纸，好疗愈，哈哈哈哈哈！最后就是玩泡泡纸，哈哈。不在里面就糟糕了好吗？不要吐槽，哎、欸，泡泡纸在，我选泡泡纸。啊！我看到哈斯基酱了，我看到了，呜，在里面，在里面。一点一点，看到那个。呜、哦，我不会等下拿出来，然后结果只有一颗头，我尴尬到爆哎。是这样拿吗？对，是这样拿，没错。真的是蛋挞、啊，原来是要自己装的吗？我不知道，原来是要自己装的吗？原来是要自己装的，果然在，我都是我伤疤了，我不知道。很冲击耶，只有一颗头，很冲击耶的画面。欧尼阿达吗？有啦，身体在这里。哦，精致哦！我先不要把它打开，我先透过袋子观赏一下，又怕我等下就是鱼跃掉头就走怎样？好，我怕我手弄脏它，我这样子观察一下。嗯，很精致，连胖子都有做好呢。可愛い，好棒哦！而且他连就是雨月的 Kimi Pose， 就是他变身完的那个手指啊，是交叠在一起的。然后他这边做的很精致，你们看得到吧？他做的超精致，然后连手上的那个珠珠手环。是七彩的，他都有做出来，开心。而且是彩虹的，他有做颜色上色，棒，优秀。
优秀，超优秀。我觉得他上色还蛮不错的哎、欸，我觉得他上色蛮精致的。就是虽然我不会，我没有在买 figure， 可是还是看得出来他上色精不精致的，好不？再来看看他吧，就好可爱哦。为什么开始播这个？那你？哦，竟然有音符的歌可以听耶，太有趣了，好可爱哦！而且还有腮红，好可爱。嗨，じゃあ開けてみます。啊，好可爱哦！他连那个盘子都很用心哦。第一次买这种东西，我现在很紧张，我怕摔倒哭出来。你家小鬼特效贴心打码，真的吗？笑死！刚刚有对到是不是？嘿，先把底座拿出来，底座很用心啊，底座很漂亮，真的。虽然直播上应该看不太出来，但它底座有做这个雕刻感。很喜欢，很有小魔女哆啦咪的感觉。再来，哇，好可爱哦！光看衣服就觉得好可爱哦。哇，想好要怎么展示吗？没有，就是开完之后，等一下又放回盒子里面。可能之后会。可能之后会为了他去买盒子吧。像我之前有收到，我之前其实有收过一个礼物，是音乐盒，是水晶的音乐盒。然后，可是那个音乐盒，就是我其实是很喜欢音乐盒的人，哦，它卡的超紧哎，我原本还担心说会不会卡不紧，可爱哦。然后我原本。就是有想说要把它摆出来，可是后来想一想，如果地震的时候不小心摔坏怎么办？我会很想哭，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因为怕积灰尘。然后后来就还是决定先让它住在盒子里面，可能哪一天我买了大明湖畔的展示柜，或者是买了大明湖畔的展示盒之后再说吧。虽然其实我自己房间里面就有一个，就是阿嬷给的那个木头的展示柜，可是就是怕说还是有机会成什么的，我会舍不得，所以就一直没有摆出来。嘿，可爱呀，这个真可爱！啊，小厨师哈兹基。可爱，やばい！人生初のフィギュア，好可爱哦，开心，而且它触感很好，我喜欢。它今天就是小主播，今天是小主播，我就让它站在桌上，还是放在这。木头展示柜不是，它是木头的书柜，可是它的那个书柜就是它有那个玻璃拉门，所以其实我有拿来放一些就是我想展示的东西，不是就是像这种 figure 还是会有，就是放在展示盒里面，可能木头会受潮啊等等，就是抓包包的问题，所以就还是没有，迟迟没有把那个音乐盒摆出来。这个重心好怕软脚，对啊。嗨，我先把盒子收起来。嗨，とにかくこんな感じです。
好啊，千年积木阿嬷不是什么东西，我把它放桌上，我怕我撞到。哎，好难，好难展示。还是放这里好了。这样。好像看不太到，算了，就这样，不管。はい、こんな感じです。はつきちゃんです。嬉しい、嬉しい。然后来吃铜锣烧。然后我好像有一个是红豆，有一个是奶油。我知道了，这个是奶油豆，我要当名侦探拆破，因为这个是干燥剂的问题。因为我平常吃，我记得我平常吃红豆的干燥剂是中文的，是这种最一般的方的这种干燥剂，所以这个应该是，这应该是奶油的奶油派。放那边我们看不太到，可是放桌上你们看不到啊，放桌上你们也看不到。放这以后的话，等下敲到我会哭出来，直接浪费钱一波。我先吃红豆的，我最近全年都在特价，所以就默默就买了这样，又当回了哆啦 A 梦 ，Yeah，My 哆啦 A 梦 Life， 不要再胖虎喽，那个长胖虎我等下ban你们哦，再胖虎ban你们。现在很多口味了，对啊，现在超多口味的了。呆住了，这个是奶油。呆住了。呆住了，特价直到9月4日，なるほど。真的好吃啊，9月3日，好的，好吃啊，我喜欢奶油的，现在几点？旁边怎么就在喷火箭了？美味しかった。谢谢你们的告白，阿妈很喜欢你。大吉妈，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11点，等一下 ，JO1 的 MV 首播是等一下11点整吗？我现在就开着，25分钟之后上映，我开心了，哇哇，好开心哦！这样可以看，哇哦，太开心了吧，好感动哦，好感动哦 ，JO1 的 MV 哎，我可以看首播 ，Yeah Yeah， 首播播一播，他这不是告白熊，耶、yeah!。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トラ焼きを食べる途中なんですけど。はい、继续播歌。今天各种开心耶！对啊，今天好开心。七夕真是个好日子，情侣去死去死，不是？乱说话。
阿六，我喜欢你，什么好开心？阿胖位置刚好一直被火箭挡到，好了，我调一下，这样，这样好一点吗？我喜欢奶油的。我喜欢糯玉米，阿六是甜玉米吧？糯玉米是白色的那个吗？心血来潮买铜锣烧来吃，自从知道自己体重喝就不敢了。我觉得奶油都很好吃的，我一直以为就是铜锣烧除了红豆以外都是邪魔歪道，我改观了，我觉得奶油都很好吃，怎么办？我的热量怎么办？然后我手上还拿这个什么布丁奶茶。反正我都会胖死。喜欢想玉米的来排队一下，加一。阿胖万盖伊你，阿玛盖伊你哟。抹茶口味更好吃，真的假的？除了奶油以外都咸魔歪道好吗？啊，哪有？我觉得红豆超好吃，你怎么这样？你是说你的小偶像咸魔歪道吗？我们要带七夕吵架吗？超凶！就全联还有卖黑森林的铜锣烧，那好像是放在冰柜里面的，对不对？我觉得要冰的好麻烦哟。你说哟哟哟哟哟哟，可以。才下一时就要没事，暖房我也会，好赚，对啊，好赚。Hello 加糖咖啡，谢谢华送的音乐下来。Hello 家人，大家情人节快乐！这也是合成的，真的假的？这也是合成，合成真的很辛苦哎，合成是不是要拿一大堆碎片？我干了那一。姫路さん、こんばんは。啊，对，我来讲一下 mini concert 好了，来讲一下 mini concert。然后就是这次 mini concert， 对，我看到有人有留言说第一次看到偶像在打，是不是老沙？老沙好像留言说那个老沙说第一次看到偶像打 rap， 对，我这样打的好像真的是蛮像 rap。阿发明天从这认出几个人，我告诉你吼，阿发，我看到我眼力好到就是看到那个最后一排，我在那时候看到最后一排就是有人拿了一只阿潘扇跟一只羽苗扇，就是那个我们官方买的那个夕阳的那一只，
把扇子借给企鹅了。我在这基本上吼，基本上就是有来的，我基本上都有看到。就像你们有做新的扇子，我都有看到。有问他拿的，拿的我有看到。惠香我有看到，我一直在看惠香，好不好？惠香站的位，惠香坐那个位置，我不看到都难，好不好？在侧边。他跟你说不用研究，说难的，百万主播。然后这次米手的位置刚好在正中间，你知道吗？米手跟青蛙超级无敌，就是正中央，整个观众席的那个正中央这样。然后我就嗨这样，我不是不举你的扇子，闭嘴，闪亮闪亮，你好意思说闪亮闪亮？你好意思说啊，怀怀 ，Hello， 时代 Hello。什么闪亮闪亮，那个扇子很棒啊，用一下啊。我呢哈，啊，对不起，你给我翻伞的时候扇子放零一的，我有看到。我能说什么，你要我能说什么。然后阿六位置也是蛮好的啊，然后阿贵仔位置也很好，阿贵仔超前面的， Oh my god， 就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前面哦。嗨，阿贵仔，阿贵仔是超前面的。然后我就因为我通常就是我最近有训练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之前看一些官方影片啊，然后就是你们看到那次 Only Today 的影片，加上最近就是姐姐会就是会帮我们稍微录一下，然后我事后会去自己去做检讨。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视线有时候放很低，就是我会觉得说哦，很多人是坐在前面几排的，所以我一直在看下面，然后会看起来很像驼背，但其实没有，就是我看起来头低低的，反而照不太到脸。然后姐姐在官方就是官方照片拍起来也不好看，那个头的角度是不好看的。所以我最近就是训练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让山顶的人也有那种看控的感觉，所以我一直在看上面。我这次大多的视线是放在上面的，就是上次很多时间是在跟侧边玩，跟前面几排玩，这次就是一直专注的在看山顶这样。啊，潘德真是扇子效果力如何？你坐得很前面啊，我觉得效果很好啊。我在纸飞机的时候跟你看对看了很久，希望你那是在看我，我是在看你啊。我还想说，就是说你们好害羞哦，害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小害羞。我纸飞机的时候就是在看着美雪那边，然后就是偶尔飘，就是眼神飘一下，飘一下回想那样。我想说不行，女孩子都来了，我就是要让女孩子感受到。上次是 Luki 坐在那边，然后我就我要认真的看那边，然后结果我这一次看就好害羞哦，好害羞，大家都很害羞，害我也很害羞。北人好像也在我附近而已，对啊。我今天一直还要去，我真不好接着。总之谢谢阿潘啦，不说了，那个什么茄的。可是我真的很有久违感受到，哦，原来 mini concert 是一件这么热闹的事情，因为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是梅花座，然后观众就是很少，然后这次观众量就是一整个大爆满，我们有吓到就是彩排的时候就有注意到，这是椅子好满哦，好多椅子，好开心哦。不要打击怀怀，他都剃头了，他要剃头了吗？一定是我一直想你的关系是吗？Hello 蛋蛋与布丁零距离，哭哦，茄子有进场了啦，再编就烂了，好啦。很开心耶，就是这次真的看到很多很多人，而且有明显注意到就是那个就在高一阿潘那个超大声，我就而且我今天在看那个影片回顾的时候，我就阿潘，我就很容易满足，就是当下不一定会感受到，因为当下通常就是专注在表演上，就是很沉浸在音乐里，然后回家之后再看一次影片，然后就听到阿潘，我知道茄子做嘉玉扇啊，我那时候过去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你现在是想做哪一个嘉玉。可爱，开心好超开心，迷你控真的太棒，可是我两天四场需要休息一下。我觉得我那个
其实我觉得我这次唱歌进步很多，好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因为我声音就是本来就是比较低 key 听不出来的那种，就是大合唱的时候我声音就会消失在人海当中。可是你们知道这次就是麦开很大声，所以我觉得我心情病毒唱的超好的，哈哈，我要自己讲，我要自卖自夸，你们觉得嘞？我要自卖自夸，我觉得我唱超好，呵呵呵呵。被盖过，对，我就是大合唱的时候我声音就会被盖过，就是我到今天我看影片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只要一到副歌我声音就不见，会直接不见，就在正中央才能直接喊奥莱玛好不好，牙口班长的比上次好，我还是很害羞好不，你没有感受到我的害羞吗？我的害羞全部都表现在那个间奏的等我真的害羞到一个爆炸，真的唱得好，我觉得我喊得也很好，耶、我们棒。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贯彻了，就是你们有看到贴文，就是我的 IG 贴文，那个雨露在说我喊口白的时候，他在后面尖叫。我告诉你们，我是真的练习的时候，我每一次练习哦，就是不管几次。不管上一次迷你航还是这次迷你航的，不管练几次新型病毒，除了彩排以外，我只有彩排会讲口白，就是为了因为老师在嘛，老师就希望说就是从头到尾认真彩，所以我就是当红正式演出来。但其他时间练舞哦，我一次都没有讲过，我连台语的都不讲，我都是闭嘴巴，我就是坐在那里，我就是站在那边。然后旁边雨喵跟布丁就会讲讲啦讲啦，我就死不讲，脑中一直浮现台版口白，你们很烦啊，很小气耶，这种东西叫物以稀为贵，你们到底懂不懂，消费者是一点物以稀为贵好不好，直接联想台版，不要联想，你们给我害羞一点，你们给我害羞一点，我这么害羞，你们可以害羞一点吗 ？Hello， 안녕하세요。你们感受到了，就是我大合唱的时候声音就会不见，可是我只要个人出来唱，就像那个 Beginner， 不行，我真的很喜欢 Beginner， 我真的很开心，我一定要放一波 Beginner， 我真的是很开心哎。可是我要跟你们说，就是真的像我在文章里面写到的，当初就是一知道歌单有 Begin 的，我其实超级无敌紧张，我超级无敌害怕，因为我知道这首歌很难，真的很难。它难的地方不是舞步难记，也不是舞步复杂，其实是因为它跳起来不一定会好看，它很难好看。所以我们也练了这首歌，练了很久很久。这首歌我们真的雕了很多次，然后甚至一开始那个噔噔噔噔，那边要换位置，我们那个地方就练了不下30次。我真的是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我们对着镜子都会撞到。光是第一次排位置，就是光前奏，我们就跳了快30分钟，完全没有办法跳好。你们知道一种队形吗？队形很多哎，没有，我没有撞到那个 beginner， 我没有撞到人。beginner 就是本来就是一首队形很难走的一首歌，它队形真的很难走，而且有一个地方是，那个地方很难，那等一下播到我再跟你们讲，不然你们应该也不知道。今僕らは夢見てるか子供のように今さらに支配された鎖は引きちぎろう change my 何も知らなくていい beginner 期待以后比数字的部分哦。这个我们有听说过，但是不知道我们以后还会不会跳到这首歌啦。我只能说，只是这首真的很赞，真的很香。如果撞到 report 就被我们写上去了，没有我们没有撞到。
有首歌被插中到一下下，有吗？这个我印象中是没有，就是我这场没有什么冲撞，基本上不太会冲撞，就是我都会下意识就闪开。以前还蛮容易撞到人的，但现在就是脑袋打开，眼睛打开之后就再也不会撞到人。夕阳也没有撞到人啊，夕阳没有。这首超帅，超帅！我跟你们讲，我真的爱爆，而且我唱歌就是很，我那天真的是凶到一个爆炸，就是我一整天呐、啊、都在 begin 的那个状态里面，就是我那天就是一直想说，我今天要跳 begin 的，所以我前面一定要，就是我一定要把力量保，就是把力量保持好，然后到那个地方要把所有力量都放出来，就是我的力量配置是那样，然后。就是我从第一首开始就已经是 beginner 的状态，就是一整天，就是像我 report 里面写的，就是我就是保持着那个很冷静的状态，就是那一整天都觉得自己要很冷静的把这首歌跳好，这样。就是迷你空真是比较帅，没错，对吧？我想说，我这次一定要试试看不同风格，因为同样的歌单，就是你们一定也听过很多次，有些人可能会就是虽然没有讲，但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很腻。那我就是觉得说，就是我一定要做出不同的风格，这样。阿潘朝着我的心里撞了一下，豪哥，我要跟你讲，豪哥，我突然想起来，我要跟豪哥 say sorry， 我要跟豪哥说对不起，我告诉你，我违戒没有不戒。就是我那天彩排，然后我彩排的时候，因为很突然就开始踩音乐，所以就是我也没有换裤子，然后手势什么都没有踩，我连项链都没有踩，我就直接上去踩。然后我那天踩完之后，发现自己的就是手上没有我戴尾戒，然后我就以为我尾戒是掉在，就是可能在我跳到一半的时候喷出去，因为尾戒其实有买稍微大一点点，就是我怕说拆不下来，或者是哪一天水肿之类，然后我就很慌张，然后我那时候还素颜，超好笑，我那时候还素颜，然后我就想说不行，被人家看到很丢脸，然后我就这样一直低头，然后拿着那个手电筒，然后用骑行走的方式在舞台上面走来走去，我要表演一下，我就这样拿，那这样拿手机，这样拿手机的话是这样，然后这样在找，尾戒，然后豪哥原本在吃东西，然后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又陪我找尾戒，他就觉得很对不起。后来我告诉你，我回家之后，我一打开房间门，我发现他就掉到房间门口，他没有不见，我根本没有带出门，对不起，各位哥哥。我还在那边边找边说，他如果不见，一定就是帮我挡掉了什么不好的东西。没有，我没有挡到，我还有一个扣打，我还有一个挡坏东西的扣打，好不好？对不起，好哥搞的那塞，好哥对不起。亲手给他一个便当，不要，不行，我有乖乖把便当吃完，帮我跟 QQ 哥妹拿来，但我不是故意的，他来整到就艾利哥懂，我那时候还一直很烦躁，然后怎么办？我才刚来乌美，我掉东西到底想怎样？而且我尾戒才买不到一个礼拜，我想说完蛋，现在是掉到底想怎样？然后我还想说，我要不要下班之后再去买一个新的？结果回家之后发现他就在我房门口，哈，我没有挡掉灾厄，我没有。啊！怎么现在是没有阿潘便当？不行。不行，我跟你们说，我跳完前面四首，然后我换好心情病毒的衣服之后，我就去 stand by， 然后我就跟姐姐说：“姐姐，糟了。”然后姐姐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我想说：“我肚子饿了。”超好笑！我才跳完四首，然后我就：“姐姐，我肚子饿了。”那天结束之后，因为那天的便当就是我跟我爸妈说，就是希望今天中午吃烧腊，就那天中午刚好不是吃烧腊，然后我想那我下班之后我要吃烧腊，然后就带我去吃烧腊，然后我吃超多，
上次也是有人喷妆水，遇到这种事其实蛮紧的。对不起，我没拿来。对不起哦，哥，对不起。我记得好像之前好像有那个，像七七好像也掉过尾戒，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这么会掉吗？他一晚上好，对，只有你还是这样叫，就是你啦，森美。爸爸说好干净，辛苦了，对不起，我是白痴，我怎么每次都当白痴？每次都在耍智障，对不起，阿潘的脑袋就是不好。我们拿来，嗯。然后这次也是有人喷妆，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谁耳环啊，好像又是零一，对不对？好像又是零一吼，我记得我不是第一次剪同一个耳夹，好像就是都那个耳夹，就是星星形状的，是不是零一的、啊？我觉得我很常在 MC 的时候帮忙剪耳夹。你们是不是常常看到我在那边剪耳夹？就莫名讲一讲，然后奇怪阿潘怎么又蹲下去，我又在剪耳夹。这同一个吗？对，是不是跟上次同一个啊？我上次好像也是剪同一个耳夹，然后这次上次是只掉一个，这次是掉一对，是不是零一的？是不是林雨欣的？是令狗，不是令狗的。你不要乱讲，我没有，是那个。这次 MC 我讲到一半，不是突然姐姐在那边指吗？姐姐在那边指，然后张雨玲就这样，你们喷妆，我们在上面看得很清楚，真的假的？不知道啊，不然下次我帮你剪，你下次帮我剪，豪哥就把你赶出去。礼拜天还有人喷指甲，喷指甲是什么？你是说指甲贴片然后喷出去吗？等一下喷指甲听起来好可怕哦，是喷假的指甲吧？应该不是真的吧？明明空只要喷东西都是令狗喷的，哎，你好好打字哦，阿尔法，你是说哪一个令狗？如果是那个美国那个令狗的话，他应该会回你黑人问号，因为他在美国没有办法喷妆喷到这里来。Oh my god， 剩三分钟 ，MV 就要上来了。Oh my god， 指甲贴片，各位，喷指甲贴片，各位。好笑哦，喷妆真的很好笑。我记得我有一次跳那个啾啾啾，我也是喷妆，我一跳哦，才进主歌而已，不是，还没进主歌，我还在前奏的时候，我腰间那一朵花就喷掉了，然后到最后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我还蹲下去剪一下。喷扣子也太好笑了吧，喷扣子，有可能是我有可能是我，我有一次穿诗雅的，我也是穿诗雅的那个 festival 衣服。其实我一直都穿诗雅的，然后我就有一次跳完之后，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扣子去哪？我现在脱了之后，然后就奇怪怎么少一个扣子？那你等一下，就好像真的我会喷，很容易喷啊。涵涵是喷汗吧？刘海都开了，喷汗。其实我也流很多汗。可是我的汗都不会留在脸上，我的汗都是留在背后，所以下去之后姐姐都很讨厌帮我脱衣服。其实每次帮我脱衣服就是讲，我好湿，我就姐姐对不起了，姐姐对不起了，而且我的袜子也都很湿。然后就是那个小三美玲在那边什么阿帕的臭袜子，她前一天跟我 re 搞，明明是说小三美玲的臭袜子，就是她，什么阿潘臭袜子。杰心被气球缠住，这一次也太多事故了吧，有点好笑。我流了不少泪。臭袜子，我没有臭袜子，袜子很香。自己讲。本来是诗雅被气球缠住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难怪是臭袜子，才没有臭袜子。我袜子香香，剩一分钟就要开演了 ，Oh my god，Oh my god，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不是我弄，
center，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很兴奋。开始开始，他在播了啊，倒数倒数，我好紧张哦，好紧张啊，我没有看过 MV 首播，我好紧张哦，哦我好紧张哦，意外的，这是意外事件。陈道杰现在气球是诗雅不小心丢歪的，原来是诗雅的锅吗？怎么办？我好紧张。那个，那个，我好紧张哦，我好紧张哦，这比 mini concert 要上台还紧张，超糟糕，说什么鬼话？我等下再继续讲明明康康的事情，等我看完 MV 之后，我再继续讲就是一些心得的部分，做一件心路历程，我等下再讲给你们听。我好紧张，我好紧张，好紧张啊！三四十秒，旁边的聊天室超可怕，聊天室速度超快 ，Oh my god！ 我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快的聊天室了。的新 MV， JO1 是一个日本男团，是透过 Produce 101 Japan 选出来的日本男团。这次的 Center 就是这是他们二单，就是在 OLO， 然后 Center 是我推，可我是练跟哦，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不是。一起跳舞的意思吗？它是有剧情的，我要认真看剧情。哇，这打架好厉害哦！他们很认真打 ，Oh my god， 这没有替身呢。
情耶 ！Oh my god， 这个什么推人下楼这个。哇哦！哇哦！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所以这是小时候的 Lang， 然后被他们逼，哦，然后 Lang 就掰开了，哦，这个剧情，哦，好痛，哦， Junkie, Junkie， 可是 Junkie 被推下去，痛， Junkie， oh my god， 哦， Sky 接住他，太厉害了吧。不是两边都 lag， 两边的头头都是 lag， 是在打什么？啊，双胞胎！啊，双胞胎哦，所以 lag 一人分饰两角，他也太辛苦了，我的妈！所以 MV 的歌不是完整版嘞。就这样吗？没了吗？今天的首播就到这里吗？没有东西了吧？应该没有东西了吧 ？Oh yeah， 好，没有东西了。Yes， nice， OK， 好，就是好，我看完了。好，我看完了。我当时想再看一次，我就播了。对，我以为小时候是吓人那个，小时候掉下去的那个应该是就是Lang 的双胞胎，就是剧情上设定就是 Lang 有双胞胎，然后 Lang 的双胞胎就是小时候就是跟 Lang 还有 Jinky 他们三个人去探险的时候，然后结果就是那个双胞胎就被 Jinky 吓了一下，然后他就摔下去，然后腿就断掉，就没有办法一起跳舞，因为他们其实从小一起跳舞，就从那天之后就分裂了，应该是这样子的剧情。然后长大之后，他就是对 Jinky 报仇，结果 Jinky 就是有被他的队员接住，所以没有受太大的伤。然后反正就最后就是两边在打架啦，所以他其实 MV 的开头就已经叙述过这件事情了，就是他有点倒叙法这样。然后 Lang 最后就是在他们在打群架的时候，然后他就对着他的双胞胎喊了一声，我们不是兄弟吗？然后就两边收手了。然后 MV 的最后就刚 Lang 说了一句，就是他说我相信一起跳舞的那一天一定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哦，喜欢。总之我现在再播一次了，没关系，我现在就是听歌而已。好看呢，所以那个呢演技其实很好，因为他演双胞胎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戴着面罩，其实只有露脸出来，然后他的眼神其实很厉害，我觉得他的眼神会说故事，好厉害哦，明明他眼睛就这么小。
然后呢，哎，等，那我继续讲那个 mini concert。刚刚那是一个插曲，没事，就是一个仔仔子，仔仔上上上插曲。大家好，这是放下好不好的节目，不是。眼睛发光，我刚眼睛有发光吗？脸盲还以为是两个互打，不是不是，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Hello， 都是那个。然后我继续讲那个 mini concert 的事情。哎，懂那，就是。表演方面嘛，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就是我因为之前身为代役，桌上没有口水，就是身为一个代役，所以就是我的经验会，我的舞台经验会多那么一点点，所以对我来说，这次会故意做这样子的改变，也是因为就是怕说。就是一场一场跳下来，就是自己的心态也有点崩，就是自己的心态其实是就是自己也会觉得说，哦，我每次都要用一样的方式表演，然后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说，会不会自己这样子其实已经渐渐定型了，就是我不想看到自己被定型的样子，就是好不容易有人来看了萨库拉组的表演，然后如果我让他看到的是我在就是我前几场在 Daisy 代役的时候，大家看到的一样的表现。如果我在两边都是一样的表现的话，那就是人家买票来看我就不值得了。所以我才想说，就是要做一些自己的改变，这样就是关于自己的改变，这样。然后也是希望说，就是自己可以求稳定吧。就是因为前几次的经验，就是。上台之前多少还是会紧张，就是每次表演一定都是会紧张的，然后我又是容易紧张派，所以其实有好几次是配速，就是我没有办法把力量配好，就是因为太兴奋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把力量配好，所以导致于我整个表演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缺憾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这一次的状况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表演，然后同时也保持冷静，就是让自己做一场稳定的表演，这样就是希望自己是稳定输出的状况，在团队里面是稳定输出而不是过输出。对，就是我其实之前好几次我自己看影片，我自己觉得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觉得，就是我觉得自己在团队里面会有一点过输出，就是要试着去找在一个团队里面的平衡感吧。但当然像 Unity 那种就是人数少的，我就是会满电全开，这样满电全开就是直接全输出，没有再收的。冷静热情很不容易，对啊，就是其实我心里是很开心的，就是我心里还是很开心，可是我在这次表演的时候我就是很冷静的在做这一场表演，就是身体是很冷静的，不会到爆冲啊，或者是回家之后觉得自己太累，没有，就是结束之后还是有力气的。这样改变也沙垮的阿潘讨厌上台在 Daisy 喜欢，这样不是，才不是几个哟，别人多的时候这样想吧。懂那，就是希望说自己在团队里面表演，就是是一个稳定的存在吧，在一个团队里面是一个稳定输出的存在，这样。但如果今天我有像站中心的歌，就像心情病的话，我就是全输出，因为我觉得站旁边跟站中间那个输出度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之前其实很多时候是嗨的就冲了，那当然大家给我的回馈都是好的，我自己也觉得那样子的表演做起来是开心的，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再更好，我可以再更好，就是我要试着去学习能放能收这件事情，就跟在学校一样，能动能静这件事情是要训练过的，都是要去学习慢慢习惯，所以现在就是在学这件事情，能动能静这样。
香菜举高高抑制他，先不要什么香菜举高高，先不要。而且这次麦又开那么大声，所以就希望自己就是呼吸可以调整好啊，就是要调整说怎么样可以唱的好听。就是跟最当初的只要把声音撑完就好，跟唱的好听是两回事。其实心理病毒真的是全力输出，你没有感受到吗？有时候一群人一起冲，那个冲击力会比一个人冲有力很多。对，就是希望去找那个平衡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每个人的力量不一样，就像大家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例子就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以前家里可能会飞得很高很高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了，就是也是在配合，就是也是在配合团体的一个稳定度。像其实我自己私底下练舞的时候也有全力输出过，就是我有认真的问大家说我们试着大跳，超级无敌大跳一次，然后那一次的大跳，然后加上我自己平常练舞的状况是有收到一些伙伴的建议，就是有收到一些伙伴的建议是希望说我可以收一点力量，因为会发现我其实如果我太嗨，或者是我真的用全力输出，不管我冷静，不管我情绪怎么样，但我全力输出是跟其他人力量差太多的，就是物理上的太多。对，当他是配角时他就不会去抢主角的风采。是的，就是我真的不能全力输出，我全力输出有点太厉害不是很厉害，就是对我的力量比较大，就跟豪哥一样能暖能扎，收放自如可以把扎的那块丢掉吗？可以把扎的那块丢掉吗？整场下来的表情真的是让我在心里喊好帅，真的吗？阿里嘎多，一堆人的大包包都给豪哥检查，也会有不错的冲击力哟、哦。我快笑死，感受到什么什么全力输出的害臊，对，全力输出就会很害臊。不是说我很好，是我很。就是说真的，就跟大家知道我的二头肌很大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的力道很大，我跳舞的力道很大。第一个是因为我就是我练的比较多，第二个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定位，在团体里面一直都是一个活力的定位。但现在我自己想要的一个定位是，就是那个冷静帅气风，就是我想要当一个稳定的存在。所以我试着做出这样的改变，那不一定下一场表演也会是这样，就是我每一场表演我会去慢慢摸索，因为毕竟我的舞台经验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我会希望说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然后让自己在舞台上面是有办法去思考的。这就跟大家看到我的翻洒越来越多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在舞台上越冷静，然后越有办法去思考说我这个时候要给谁犯傻，越有办法灵机应变去做出一些反应啊等等的。这个包包放给豪哥情书好了，到底你是说上面就写给豪哥，然后他检查包包的时候就看到一张卡片给豪哥，然后他就这是给我的吗？这你们不要期待有这种奇怪的情节发生好不好？豪哥收到会开心吗？放心，阿六不写信的，豪哥，阿六写的信你不一定看得懂。对，我是爱你的，真的，我是爱你的。我还是有认真看信，好不好？我还是有认真看信。我只想嘴嘴你，爱你哦。给豪哥的是恐吓信吧？到底，好，这首歌真的让我感受到表情帅翻天，谢谢。阿廖哭一波，我真的怕。叔叔，他要哭了。原来阿廖写信过，他又不会写给你，我才是他的小偶像，他当然只写给我啊，对吧？还是你有写给别人过？什么高圆觉之类的？开始抓。
可恶，下次我要剪报纸。不要，你剪报纸，剪报纸比较可怕吧？剪报纸很可怕。是柯南看太多吗？什么犯罪预告信不要？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收不到，应该在姐姐那一关就会被收掉了。信可能是报纸剪贴的呀，大家乖。还有说过阿潘名字笔画太多写人类，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人家也是有本名，只是他那不会叫我本名而已啊。很好笑。情人节算总账吗？算总账，情人节就是要吵架。乱带风箱，超好笑。哎，等呢，好，我把音乐切回去。我切回去听女皇，谁都不能阻止我听女皇。你这样一封可能要写很久，对啊。他如果只写一页的话，会被人家觉得是犯罪预告；但如果写很多页的话，反而会被当成二戒。来吵架啊！写家预收，然后就尴尬了。好写字啊，到底写给谁啊？那我知道，等呢。然后，但是嘛，就是大家应该有注意到 MC 就是，我知道大家都有粉丝滤镜。但要我老实讲一句话，就是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我在场上的 MC， 我不在场上的我不管，就是我不在场上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也没有办法去说人家，因为那毕竟是人家的努力。但我自己在场上的状况，我觉得就是一个字，就是惨爆，不说了。老问题也对，说老问题也是老问题，但我必须说一句，就是这次我没有写 round down。这次我到表演当天才让大家看 round down， 就是一个问题是，大家过度依赖我，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其实是团队里面的问题了啦，就也不是台上可以解决的，就是一个就是大家太过依赖我，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有点弹性疲乏，我有点疲乏了。我有点疲乏了，这样。特地想过柱子对祝贺粉丝翻山的厉害，真的吗，小谢？因为我不想让你们感受到坐不同位置会有不同感受。没有，我的 MC 都不小心睡着，还有沙块离场。哎，还好，这里没有夹。哎，你小心有怀怀啊，小心有人把你截图传出去啊。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过于依赖我。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自己也有点疲乏了，就是说真的，就是雨喵说的，其实真的是开天窗，其实真的是开天窗，就是剧本这个东西真的是开天窗，就是如果我不在的话，基本上我不在，没有人会带头出来讨论 MC， 然后。我出来带头讨论 MC 也不一定会有人理我，就是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这也牵扯到很多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多讲，就是这个也不是可以公开出来多讲的东西，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我下次可能会试着把这个主持棒丢出去，因为我看得出来谁是有才能，然后谁是有能力的。就是我不想让大家就是太过于依赖我，以至于他这个才能没有办法开花。就是我觉得之前没有分组，可能不一定会看得出来这种问题。可是现在分组，就是我熟悉的人会很集中在几个成员上，所以我看得出来每个人的才能点。所以我会希望说，就是这次我不写 round down， 第一个是试探大家，其实是一个蛮不好的试探，就是我也是走在钢索上，最后我还是有写备案，就是我自己还是有写一个备案，就是在当天的时候给大家，就是因为以往的经验也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组就是喜欢压底线嘛，所以我就是写了一个备案，然后故意放到底线，然后看有没有人会出来讨论这件事情，然后看有没有人会出来
救这一场的 MC， 但发现好像没有，所以我就有一点点就是自己也有点走心这样。明天前一次直播还那样讲，因为那一次其实是我自己有把，我其实有写剧本，我必须要讲，就是会说剧本开天窗是因为我有写剧本，但因为剧本不是一个完整的状态，因为如果像是 Bellflower 他们有演话剧嘛，就是话剧第一个牵扯到，因为我是大传社的，所以我对话剧有蛮大的坚持，就是话剧第一个台词要熟，然后第二个是不能背台，第三个就是像灯光啊，然后还有上场时间，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要先跟工作人去做协调。然后像没有台词的人，就是如果说我们撇除掉，就接下来这些话题可能会有点无聊，就是如果说就是你没有牵扯到谁先上台谁后上台的话，所有人站在台上也会有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台词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不是大家都有办法，就是不是大家都有那个经验去做到可以让自己嘴巴闭闭不拿麦克风在后面自己找事做，就是每个人每个人经验不同，这也是一个问题点啦。那这种小问题就是越积越多嘛，所以一本剧本没有办法顺利的生出来，就是跟这些很多小地方环环相扣，加上就是当我要讨论剧本，然后当我要对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大家给我的 feedback 是让我没有办法继续，就是会让我没有办法继续把这个剧本顺利的审完。就是我觉得说如果大家意愿很高的话，那我会愿意排除万难，然后去背锅啊什么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是一个对表演极其重视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的，那我就是会排除万难。可是这次就是我自己也有点走心了，所以我就没有把这个剧本生出来，但我还是就是有把自己写备案这件事情做好。但其实也没有人说我是，就也没有人去跟我讲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我来做，所以这也是一个团队分工的问题吧。就是其实我们团队里面还蛮多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对，音组本来聊天就会有点尬尬的，所以应该说，对，就是工作分配不均，就是我们团体分配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多小问题，其实都环环相扣，然后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才能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那我自己也是在去学习，说要怎么把领导跟配角这件事情就是分配的刚刚好，就是在我的圆饼图里面，我必须要做好领导跟表演跟配角，其实这几个东西我自己是要去，我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调试，一点时间去学习这样。对，我会试着慢慢把这个责任丢出来，因为现在变成有点不成文的规定是我去负责这件事情，但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本来就是我经验比较多，然后我会写这个东西，所以我去写。但后来我会发现说，当你看到其他两组大家都是很有想法在一起讨论，然后我们组在讨论的时候都没有人要理我的时候，对，我也会有点小伤心，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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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私下会去慢慢消化、慢慢解决问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大家就是一样来看控，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家就好。这就是我在直播上稍微就是也算是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吧，也不是抱怨，就是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整理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的状况，我们会让你们看到很好的表演。所以这次 MC 有点开天窗也是我自己有点自责啦。对，好处就是我会越来越好，可是我想看到的不是这样，我想看到的是团队大家一起成长。
对，我是时候该培养一位徒弟了。对，我想培养一位徒弟。呵呵，你们好聪明哦，你们 get 到我的点了。对，我想收一位徒弟，但我不知道该收谁，我还在思考。要思考的点很多啦，这就是商业机密了，这我就不能跟你们讲了。或许可以把乱当成另外一种做法。哦，对啊，可是don't know， 嗯，总之我觉得我们必须脱离现在这种状况。就是我觉得人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圈里面，就像我会一直改变自己表演的做法一样。我觉得 MC 也是表演的一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必须要一直求新求变，而不是说一直停在原地。不然这样子下去，不管做一年 mini concert 两年 mini concert， 大家都会看腻的。总有一天大家的耐心会消失的，大家的粉丝滤镜会慢慢的消失，所以绝对不可以让自己停在原地，我觉得。但张小旭也是一种做法，只是非常困难，对，非常困难。所以至少我们要做到，就是我最近也在跟另外一个，就是我说，我希望我们可以能动能静能动，这个东西真的要慢慢去学习啦。对，这样你才会进步。橡皮筋都会疲乏，人当然会。对，我已经有点疲乏，花号就是江郎才尽啦。你们想，我每次要想一个 Daisy 的 MC， 然后再想一个 Sakura 的 MC， 我哪有那个脑袋？我哪有那么厉害？我哪有那么厉害？是呗。我当然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好玩的，可是一个团队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一个团队 不应该是我一个人觉得好玩的，应该要大家都觉得好玩，大家都乐在其中，这才是一场成功的表演。好啦，我听起来是有点理想派，但我觉得偶像这个职业本来就很理想啊，所以就是理想派，跟他拼下去咯。对，音组缺少决断力这个要素，其实我对啦，真的也是缺少决断力。我也是一个蛮优柔寡断的人，但是也是你想的，就是我在场上的，只要我在场上，那个东西就是我想的。Daisy 之前我去代役的时候，我在场上的时候，那些东西也是我想的，就是他们要讲，就是我会抛出一个问题，那他们要回答什么是他们回答，可是串场跟话题内容是我，就是话题那个问题是我想的，这样。好，停了，乱入，笑死！谢谢朱年送的音乐线。偶像是贩卖有梦想，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理想，好不好？理想这种也不能少，就跟带团抗一样，如果怎么带都没人理你，就会受伤。对我的意思就是那样，飞镖你懂吗？有点像幼稚园园长什么东西。阿潘密室脱逃受惊了，我还好，我其实还好，我是被麻油吓到，我被麻油吓到，我成分超大的，我就是，笑爆。总之，我希望是说，就是我可以，我也在想啊，就是我在想，我可以把这个棒子交给谁？我其实有看好一两个人选，我加油，我加油。就我希望我们还是一个团体，可以一起成长的状态，这样。祖祖吓得要死，对啊，祖祖叫超大声，我告诉你，我根本不在他隔壁，然后我还听得到他们两个叫声，他们两个真的叫超大声的，最高机密，没关系，下次还有两个、啊、不同期数。你们有注意到我这次有很认真的，就是有安排一些东西给二期生讲吗？就是我开始会排一些东西给二期生，就是我想要去测试他们，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我们团队的一员。嗯，一开始会觉得说，就是一开始是，当然也是看他们的舞台表现，就是还对他们不熟悉，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这么重的东西丢给他们。
就像一些比较重要的串场啊、提示词啊等等的，我没有办法丢给他们。可是久了会知道这三个孩子真的很认真，就是我开始对这三个人很放心，所以我开始把东西丢给他们这样。那他们这次的表现也让我很满意。交给谁？请说跟谁一起合作？不是，不是说，不是，不是，不是不合什么？哈，什么意思啊？什么？不是啦，就是，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现在这一个工作，然后去交给某个人，就是我想要教会，就是因为，啊，我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啦，欸，不会啦，白痴啊，跟那个没有关系，你是不是在讲这件事？没有啦，没有好不，反正，来着，你要想啊，就是就像我们一个团体，不可能永远都只有几个人在主持，不可能。所以就是一定要去训练，一定要再去训练一些人。那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成员每天就是黏在一起相处，所以我看得出来谁有才能，所以我觉得要去带某些人起来这样。主任好大声，对啊 ，Hello 佩拉，不是哦，不要乱想，你们很纤细耶，自己太直还要说人家纤细，感觉把主任放在鬼屋，大概外面人都听得到他的叫声，对啊，他真的叫超大声的。密室逃脱在哪里拍的？在那个 Lost， 他在西门捷运站外面而已。Daisy 真的三组好像蛮顺的，不过有些牌也不像有 Host。嗯？如果 Luca 去一定会哭死，真的假的 ？Luca 会怕哦？卡哇伊哦，卡哇伊。六号出口外面那个吗？那是六号吗？我不知道那是几号，我不会记号码，我不会记号码，就在那个屈臣氏那边。不对，有两间屈臣氏，地址在成都路，我不好搞那么远，我不知道搞那么远，就是那里哦，讲废话。然后，等等，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屈臣氏有两个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那是新的还是旧的。好像有人贴位置，不知道哪个群看到，大家可以去踩个点啊。那个老板娘人超好的，老板娘人超级好。我想讲什么？我想讲什么？我有点小忘记我想讲什么。不然我先去个厕所好了，我先去个厕所。听说厕所会特别有灵感，没有啦，开玩笑。我去一下厕所。
原来食物特效是固定的。对啊，我还期待于等下吃肉的时候才不会。我要去买应援品一波，雏菊、樱花、企鹅、磁铁，多买一点樱花应援我啊！谢谢马挺送的花束，好可爱。生日快乐！1月3日情人节，真的。我没有，如果压力太大，记得要找方式舒压。我还好啊，南方，阿里嘎多，谢谢你的关心。但我其实还蛮乐在其中的，我是工作狂性格。前天卢卡女神哭超惨，なんで泣いた？なんで？为什么要哭？울지마泣かないで。なんで？なんで泣くの？压力太大可以找我，找我没用。真的，这是很有用的国术。哎 ，Happy 六，你不要找国术，你找怀怀，怀怀说踩他舒压，你去踩他，快。没事，自己调色的问题。对啊，我只是想说，就是大家好像觉得我好像就是发那个 report， 怎么感觉好像就是我还蛮否定自己的表演？不，没有这回事。我觉得我很赞，就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超赞。但我觉得就是团队上感觉有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就只是把这个心情记录下来。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每次表演完好像都在发什么哦，大家开心啊，大家辛苦啊之类的，感觉好像很陈腔滥调。虽然那样子的贴文我知道大家看了也会喜欢，可是我希望说有一天就是回来看这个记录，是我自己也会想起自己当初的心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自己也想要记录一下自己对于这场表演的心情。国术会帮忙解决有问题的人。你怎么解决？国术要怎么解决问题？人怎么解决？我也爱 Happy Love。Oh my god！ 你们什么关系 ？Hello， 本文。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阿潘，我跪。为什么？你怎么了？哎呀，你是要说你没有拿阿潘原唱这件事情吗？蛮想问许冠文啊，为什么蛮想？比起解决问题，我比较会解决引发问题的人。你要怎么解决？我说，你物理的解决还是？
希望以后阿潘也会继续写这样的 repo。 你们不可以问我写 repo 不写 repo， 你们给我去写 repo， 那是你们的心情，跟我心情没有关系。你们给我写出自己的心情啊，我想看到你们的回馈，给我去写。一看到一进来看到国树爱快乐爱，对啊，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原来又不对，那些是是非非。桌上是小魔女的，小魔女的东西，对呀、啊，这是我的孩子给讲，孩子给讲。我的扇回家时弄丢了，所以宝，那再去买一个。这样弄丢了就会有借口可以买新的了。我告诉你，我那时候以为自己的违建弄丢的时候，然后雷吉跟我说没关系，总有一天还是会弄丢，你还是会买新的。哎、欸，你有没有听了你觉得很合理？这样你就有借口再买一个新的。很好笑。有些人就是喜欢引起问题，处理掉就好吧。你到底想怎么处理？国树，你真的讲得很可怕。Oh my god， 你听起来就是物理处理事情啊，处理事情的根本你懂。你说处理那个人，你到底想怎么处理人？好可怕耶！太有道理了，是不是？他真的是蛮有道理。我喜欢音符，我喜欢愉悦，我们完全不撞，没有问题。完全不撞，不太对吧？不弄丢就好了。对啊，不要弄丢就好了。就他在那边乱讲话，什么辅大帮你偷走来的影片，给我看，给我看，看你 PO 了之后，然后标记我 Nano， 你 PO 了之后标记我，我要看。你宗教弄丢的，为什么不买多买几个？哇，落日一下，真是有道理哦！你们都一堆歪理，我快笑死，让他消失在地平线上。开口说爱女神，我在等什么？我不是物理处理啦，我是和平主义者。你这样讲就很不像，好不好？有大家的支持，要处理人都不是问题。你到底想怎么处理人？好可怕啊！国树越讲我越害怕，我现在才注意到国树不知道哪一天开始就断钩了。我没有档案啊，交给国树了。我要看辅大帮什么厉害的东西。和平主义者，握拳个毛啊！辅大帮新崛起的帮派吗？对啊，什么时候跟快乐帮 PK？ 还是其实快乐帮里面就有辅大帮的间谍这样？其实你们的间谍，就只有被处理的人都在沙里找到，玩沙沙喽，各位。Hello， 加两咖啡。我也觉得很神奇，我没有断钩。对啊，好孩子还没有断钩，很厉害，已经是红勾勾了。我可以教大家做中步骤哦。所以国术是哦哦哦，有卡到也是哦。你有补签，好，太棒太棒，不要吓我啦，好哟，好哟个毛。网页版留言没勾勾而已哦哦哦，感谢你帮我科普，原来是这样。Hello, boy. 电脑版没勾勾，我今天才知道，福大帮跟快乐帮是好朋友，所以你们不会打架哦，可恶！多想跟人家打架，可恶！哦，对，我还是要讲那个，就是企鹅啊，就是。嗯，大家都知道，就是企鹅最后投票是由 Bill Flower 组拿下了。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很多人为我们萨库拉投票，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就是很努力的在拉票。那就是最后虽然是很可惜，我们萨库拉没有办法得到这首歌，我也觉得蛮可惜，就是说没有办法
跟大家一起拍一个 MV 做记录。但我觉得就是没关系，我告诉你们，他们在学器的时候，我有去偷偷学啊。我就问老师说，老师他们要学器，我可不可以去一下？就我那天其实不用去，然后我就问老师我可不可以去一下，然后老师说为什么你要来？我说老师我学开心的。所以如果哪一天你们想看的话，我还是可以跳的。笑死，只是不一定会穿到那一件企鹅装，但 OK 吧，没关系，我已经会跳了。然后我要超烦，为了满足我一点点，然后我要没关系啊。老师还说你为什么要来了？没有啊，开心，谁开心呢？知道还有其他成员跑错去学，张雨林超好笑。我跟张雨林就是张雨林是记错时间，他以为那天他要培训，然后他就去了。然后那天是就是我其实是我有跟老师讲好我那天要去，然后张雨林根本没有，然后他就突然密我，他那天早上突然密我，他说阿妈你等下是不是会来？然后我想哦对啊，然后他想说。然后我想到你问这干嘛？你今天又不用上班。他跟我说我不小心记错时间，我跑去了。然后你白痴吗？然后他就大家就在那边排哦，然后一个人很边缘在后面跳。我到教室的时候就大家已经开排了。然后因为我本来就不用排位置，所以我就是比较晚到，我大概晚了10分钟吧。我想说反正就是我准时到人家也会尴尬，我想说我就默默去后面跳，就我一进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在教室的边缘，你知道吗？就是教室这样，然后 Bill Flower 在这边排，然后张雨林在这里，超好笑。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学，然后学完之后就想说哎，我们这边换个位置好了，我们还硬要换位置，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老师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乱的，超好笑。我真的是去玩的，然后讲说不行，我们这边 free 的那个动作我们要瞧一下，我们要瞧一下，就是最后的那个 pose 我们要瞧一下，我们要对称，超烦。我真的是玩得很开心，明明就是故意记错，然后就在那边爱面子。刚刚偷偷来，对啊，没叫到你，可是你却去，原来是要练这首，对啊，原来要看到雨林，有我有看到他，超好笑，你很想带艺吧？对啊，哎，感觉很好玩啊。Let's party all night long。老师应该很想把你们两个抓走，他应该也很打爆我们，不然我们去干嘛的？超好笑。Hello， 任品之耶！ Yeah! 可是47阶我没有学到，可恶 ！Maybe 我有学到，我怎么？我告诉你们，我就是我，只要有办法，就是只要有成员，我发现有哪个成员没有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可以去帮你带啊，就是嘴上说的很潇洒，但其实就是人家就是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像我是去帮栗子，就是栗子刚好有事，他就是我好几次就是去帮他练这样，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很不好意思，然后就开始说没有关系，我真的学开心的，所以我也会跳 baby， 我只有47没有学到，可恶。可恶，紫色，紫色，两个 Sakura 的谍报人是阿潘跟雨林，我们两个是代位王，哎，超好笑。待业条件要先偷偷学，我这是先偷偷学。我已经带一到已经变成那个职业病，超好笑，侵略性练习，很好笑哎！我告诉你，就是我出现在 Bill Flower 的时候，然后讲的我成功渗透你们组，然后我就练的时候，老师就讲说你怎么今天又在？老师通常。
就是因为像这种 mini concert， 我们可能要练新歌，然后老师就会讲说，老师就会就是可能久久看到我们组，他就会讲说，哎，好久没有看到你们哦。然后我就讲说，老师，那我呢？你没有，我看你了，耶！哈哈，每天都我耶。我不一定跳得好，但是我不是在练，我就是在去练我的路上。我每天都在练舞操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我每一天都在练舞。完全没有，不是因为我要带艺，也不是我因为我多厉害，演出多多，是因为我喜欢偷学。反正以后总有一天，好不好？总有一天会跳到的，是不是？寄存曲这种东西就是要多学一点，对不对？就算我学的没有很完整，我可能没有雕到舞之类，但没关系，我可以翻，我就是先把它学会再说嘛，对不对？我至少我先知道一下什么是什么拍子要做什么事，我先记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哪一天如果真的我们组要跳了，或是真的哪一天哪一个组合就是可能又混搭了什么谁谁谁跟谁谁谁之类的，那没关系啊，我会啦，耶耶，工具人，你还在大英帝国对吧？因为我是圣斗三组，耶。嘿，萌萌，你是不是去跟警卫收集好宝宝贴纸？上课都没这么常去。哎呀，阿六不要说出来，我上课真的比较没有这么常去啊。可是你参见跟啊什么参见不是才跳而已吗？今天是星期二吧？我是不是星期六才跳的吗？三天前才跳参上啊，不是吗？哎，不是吗？游泳之前多久没跳？游泳之前是真的很久没有跳。游泳之前我是真的很久没有跳哎。我猜不到你的不懂，怎么明显暗示你全是懂也不懂。I'm handsome, I wanna fall in love。 我表情没我出卖，被你知道我的所有，希望依旧为你笑。Boy, you will be mine。现在礼拜三是吗？明明还有两分钟，哼，全方位都跳，就随便我就是，反正我就是把这个记住的，哼，小巨蛋啊，嘿，又打扮你，T T P 的舞蹈百科全书也没有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厉害，久了也是会忘记啊。一个人包全部舞蹈，手电筒应该要更新，常常出问题，真的假的？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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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不是有人说我的手电筒忽亮忽暗？是吗？是吗？我不知道哎，其实我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哎，好像是怎么办啊？可是我在舞台上，我也不会注意这件事情。手电筒真的不会太注意哎，我只知道它在不在而已。以后纯友拿手不手，就请你跳一次给他看。是啊，像这次怡真的远距离是我教的哦。你的举起来没电，真的假的？太搞笑吧？真的假的？那哎，这种是我很有气势，我很有气势在那边跳。结果没有光哦，太尴尬了吧。偏偏你常常复习，永远忘不了。哎，这是倒是真的。你的手电筒就接触不了啊，一下亮一下不亮，真的假的？还是我没有转镜？有可能是没有转镜，就是被我甩开了这样。我跳舞还蛮暴力的，嘻嘻。我只知道你手举起来的时候，手电筒射到我眼睛，我马上流眼泪。你流眼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没关系，你自带光芒，谢谢啊，真的会说话，真的很会说话啊。赶快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最独家。想问问有多少二期问你，我好像看到你的影子，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是说二期问我舞步吗？
Luca 以前 Luca 就是这个该怎么讲，反正很久以前有一次练远距离的时候，很久以前有一次在练的时候，然后应该也算是我教的，跳起来跟你风格很像，就是我教的。然后妮妮我没有教过，可是妮妮就是她本来跳舞风格就跟我有点点像。然后我想想祖祖也没有，祖祖根本不用教，祖祖超强。但小慧偶尔会教小慧这样。这一些小细节很像，知道吗？然后安安不用教，安安也是不用教的人。翁翁我几乎没说过话，我几乎没有跟翁翁说过话。然后丽丽吗？哦，丽丽应该是我教比较多的。丽丽跟小慧是我比较常接触的耳机，就这两个比较常会跟她说这边要怎么跳这样。主轴我比较担心她的唱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小琴组长跳舞也很厉害，对啊，小琴很厉害。阿丽超像是吗？可是我觉得阿丽很有自己的风格，我不太雕她的风格。可是我们樱花组雕舞就是雕舞是逸云跟我在雕这样。请帮我照顾小慧爱哭鬼，她正是爱哭鬼，她就老是跳太嗨就唱到破音啊！你是说啊？她这个我觉得她应该自己会去做调整吧。我觉得。祖祖我真的不太会跟他说什么表演上的问题，因为他就很强啊，他很强啦。唱歌跳舞不行，碰撞来找豪哥就对。其实阿丽跳舞很有自己的 feel， 我觉得还好啦。我其实也很少教到阿丽，因为阿丽真的也还好，没什么东西可以教。如果要说啊，我想想，我真的也没教什么哎、欸。那个吧，小慧的 Love 周行大抵是我教 ，Only Today 我也教过他，然后什么歌啊？丽丽的那个吧，丽丽的啾啾啾应该是看我的影片，因为她有一次练舞她不在，然后那次录影是我站她的位置，所以她应该是看我的位置去了。祖祖可以学习啊，攀权这个学部分演一部分。我觉得祖祖真的是不太需要别人去跟他说什么，我觉得他应该自己会慢慢悟懂。晨晨应该很强，晨晨吗？晨晨是大家都会稍微教他一下、欸，对。晨晨，我教过晨晨什么？我教晨晨都教 reset 比较多、欸。主力好像第一次上空就蛮完整，对啊，他们其实很完整哦。主力其实这两个人其实一直都蛮完整的。要说有教比较多，真的就是小慧。祖祖一开始动作会慢，现在都不会，其实是我们有点抢拍啦。祖祖是靠自己身体发挥的感觉啦，我觉得也是有点吃天分，我觉得有点维持天分。啊，我是努力拍，我觉得以前我什么样子你们也看过了。我在看到自己以前跳舞影片，我想打死过去的自己。现在比较甩头发，我现在超会甩头发的。要说还会教谁跳舞，杰星蛮会。有两三次，好像也才两三次，就是那个会录自己跳舞的影片，就是那种什么穿着睡衣啊，不然就是已经素颜，那种就是很狼狈的样子。然后可能就是姐姐会突然问说，哎，阿潘哪一首歌怎么跳，然后我会录我个人的影片给他看，这样。之前阿丽会慢热，现在开始几首会紧张，现在不知道，现在可能比较不会紧张。我觉得跟大家感情变好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很久以前的练舞室试跳，
是不要好吗？对，餐上最后是提皮，所以等一下你们说我赢，你们说我电手电脑没亮，该不会是提皮的提，然后中间缺了一颗吧？不要，好伤心啊，好讨厌！这样我以后要担心的点又多了一个嘞。我反而比较担心我那猫主他哦，我觉得他就是心灵上的问题比较多啦，他其实舞蹈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其实是努力就做得到的人，他真的是努力就做得到的，只是他自己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年纪大，就是他自己很常讲，就是他年纪大比较容易累，这个他也要自己去调试。可是他其实舞蹈也没什么好教的，真的，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就是他自己有一个调调，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啊，他喜欢转书本吗？什么意思？转书本你是说这样吗？先回。观众泼过在练，或是你说那个哎哒嘎哒，先不要好不？大圣上次终于离开侧边，到中间看到餐上这边，餐上这边很辣哎、欸，餐上这边超辣的。他不是，他说，我觉得自己边跳边唱也没有很强，但至少我是说真的，我是，你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我声音会断掉一下，不是我麦克风出问题，是我知道自己累了，唱出来的东西会很难听，所以我就不唱，就是会有几句会干脆不唱，知道自己唱的不好听就会断掉。像那个像 Love 修行副歌第一句我永远都不会唱，我永远都放掉，因为我不是都唱那个吗，出发跟那个哈，唱完之后其实没有办法唱第一句，因为他在拍子上算起来本来就是马上接上，就是没有换气点的，所以我第一句一定得放掉。羽喵常常在说自己这里不好哪里不好，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还好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听你们的说法，因为就是我看到的成员当然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那如果你们觉得就是有哪位成员比较需要关心的话，就是我帮你们一下，这样，笑死！我在车上常听二单哦，像那个、啊、像 TTV Festival， 就是大家通常唱完第一次副歌之后会开始喘，所以我第一次副歌我都唱很小声，然后第二次副歌我就会唱很大声，因为我知道第二段副歌大家一定没力，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上来 cover，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的组员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但我会偷偷做这种事。老喵比较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啦，咦，哪里阿潘辅导中心嘛，好像是，我可以笑死，觉得自己老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好累之类的。嗯，好吧，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同一个羽喵，没事啦，可是其实他很好，就是他也是需要别人鼓励啦，因为就是不太，我们真的也不太会说就是去鼓励彼此这样，帮我担心一下豪哥好吗？连跳两首马上接365真的很考验肺活量，我是还好。啊，我想要跳，我想跳一下，我可以跳一下吗？然后就站起来了，哎，我很想跳哎、欸、哈，可是我现在穿这个有办法跳吗？好像可以、欸、可以啦，穿这个可以跳，这个不会走光，这个是窄裙。哎、欸，而且，我们开头那个队形，我知道一定很多人没有注意，可是我们其实是有瞧过姿势的。我一定要讲，这是一个亮点，我们有瞧过姿势。就是我蹲下不是为了忠实原曲，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balance 比较好看。啊！跳错了，哈哈，马上跳错。
伏せた目を開けた時に僕らは夢見てるか未来を信じているか怖いもの知らず身のほど知らず無抵抗のまま今僕らは夢見てるか子供のように忘れない这个练超久 Stand up togetherStand up my way 欸这边我超喜欢我这边超煞气的走出来さあ始めようぜ We can believe all the time 僕らは夢見てるか未来を信じているか怖いもの知らず身のほど知らず無抵抗のまま今僕らは夢見てるか子供のようにまさらに这边超难的我这边要做布丁然后边转边唱耶雨は止んだ風は止んだ見たことのない光が射すよ今が時だ Feel it now 帅喜欢私服公演好香笑死我跳超小力我告诉你那段真的超好笑的他就是哈那段怎么唱何もできない何度できないそれがどうした僕らは若いんだ啊我想起来我就是我要在何もできないすぐにできない超难耶然后那边就是因为布丁很高然后我很矮所以我如果出直拳的话我一定会揍到他我不管他蹲多低他一定被我揍到所以我还要踮脚你知道吗就是何もできないすぐにできない就是我没有办法完全就是很全力的揍下去因为我如果真的揍到他就出事了边转边唱超级无敌乱的超好笑超好笑那边练超多次然后每次布丁就咦这样他就在躲我他就咦这个转身我一直盯着雨露好吧博弈没关系博弈推雨露看雨露正常我老婆香直接 KO 他直接被我 KO 耶超好笑布丁有焦糖黑青不怕你下次自己去跟他讲阿华你下次直接跟他讲他一定超傻眼没谱佳玉不要打佳玉然后我刚刚一开始跳错超白痴超好笑我不想离面积反正就是完整版表演请到 mini concert 上面看哦不要想要在这里看到完全满电的阿盘这里是直播是我下班之后的一片净土但至少我觉得我音准是还 OK 就是我不一定有办法唱得很我没有办法唱得很有力可是我的音准至少是 OK 的我觉得为什么阿华在那边是日明为什么水性玄饼对啊我们水性玄饼很可爱明明跳得很开心是没错可是不是啊因为我在表演上不可能是这么开心的跳这一支舞，我一定是帅爆啊，好不好？你也要快有下一次好吗？笑死，很好笑。欸，我真的很喜欢刚刚那段，那个就是什么，那个怎么唱？古いページはよ
우리수대로사지마요어제我超喜欢这一段，就是他是那个原本原曲好像是Takamina唱那一段，然后我就觉得超爽，我就사지마요어제 We can believe all the time。然后我很喜欢转完之后，然后手还要打一下，然后再播歌啦。那个是精髓，精髓。为什么选性选饼？他不是说他想要变透明的能力吗？那布丁变透明不就是水性选饼，是吧？很多原因我不好说明。水性选饼，透明布丁，我也是想到水性选饼。台上说出来，我整个你是不是笑到爆？唱腔跑出来了，对啊，就是哈哈，会被发现。我的油油，我的油油唱腔就会自己跑出来。做太过会有中二感，对啊，不可以太油。就是我现在跳舞不能太油，我要告诉自己不能太油。居然我一直想成史莱姆，史莱姆不能吃好吗？史莱姆不能吃好吗？哎，水性甜饼还是个吃的，布丁它还是个食物好吗？想成史莱姆是想怎样？舍我其谁的感觉？走れペンギン，そこにいても。RPG， 我们一直在后面讨论，没有人选史莱姆。我应该要选史莱姆了，是吗？可是我又不像史莱姆，火星选饼什么东西？可以啦，只能吃一次，吃了之后就拜拜这样，白痴啊！哎 ，maybe 我也会跳，maybe maybe maybe 原子 B。可是要记得带 BB， 没事，对不起，没事。对，这就是我无聊的一个。我某一次唱出来之后，然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我就忘记原本歌词什么，我觉得 maybe 原子 B。考试一定要记得带 BB， 好不好？不要翻我白眼！不要翻我白眼！每笔研究生超神曲 ，TP 超晚跳的。Maybe。啊，至于为什么我会跳，就是因为我也去代位。不要无言。いつもの道を走る自転車。九月のそよ風。应该是这样跳吧。
話し方がぎこちなくなりそうで、で君を君を見ている。我不知道这句要把我吵忘了。Maybe Maybe そんな勇気はない、つまぐりと近い、もっと確かなもの。 Maybe Maybe 好きな勇気はない、ずっとこのまま傾いでいい、言い訳 Maybe。哦，我忘记了。愛しくて切なくて僕は苦しい。好きだ君のことが。啊，本当は過ぎた。我忘记怎么跳了。Maybe そんな勇気はない。ただ無理に近い。もっと確かなもの。Maybe Maybe そんな勇気はない。ずっとこのまま傾いでいい。言い訳 Maybe。我忘记了，我只练了，我练了两次，对，我练一次是第一次练，然后另外一次就是那个他们最后一次练那一笔这首歌，就是我只练了两次，他们好像还有那个自主练啥的，然后我就跳了一次之后，然后他们就突然就是我下次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全部排完，然后还雕过动作，然后就超尴尬，就是直接变成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我就是只有看了一次的影片，然后就好吧，我可以，我应该可以。怎么有豪哥拿眉笔跳舞的画面？先不要好吗？豪哥要直接当 center， 我的二 BB， 我每天冷气都靠阿潘在吹了，对不对？你们感受到樱花组的时候，那个冷气越来就是突然变得很冷，就是因为我。好了，开玩笑的，我来念个榜。突然想起来可以用，可以直接看榜这件事情 ，nice。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嗨，いきます。今天第十五名是阿基拉桑，谢谢阿基拉桑。第十四名是落日一笑，谢谢落日一笑。第十三名小谢，谢谢小谢。第十二名是嘉阳，谢谢嘉阳。第十一名是 Eros， 谢谢 Eros。然后第十名是博弈，谢谢博弈。然后第九名是 Happy Love， 谢谢博。是 Happy Love 我在干嘛？第八名是陈宇，谢谢陈宇。第七名 CKU， 谢谢 CKU。然后第六名是阿六，谢谢阿六。再来念前五名，第五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四名是豪哥，谢谢豪哥。那张菜肉真的很可爱。再来第三名是马婷，谢谢马婷。第二名是令哥，谢谢令哥。第一名是本源神胎，谢谢本源神胎。我的怕过了，可恶！超烦，很在意耶。然后，我要讲什么？我忘记了。哦，对，豪哥四单可能要买爆，对不对？因为有企鹅，买爆哎，买爆啊！蔡依肉买爆，超烦。好啦，我跳一下大钻，然后就要下播了耶。
こんな簡単な答えが出てるのに。小跳一波。大好きだ、ずっと大好きだ、声の鍵に叫ぼう。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真的想跳大钻，对。然后我要直接切剪走，笑死。不会跳城池，哈。公園にダンせば光輝く。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大好きだ、ずっと大好きだ、声の鍵に叫ぼう。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大好きだ、ずっと大好きだ、風の中で叫ぼう。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大好きだ、大好きだ、大好きだ。好きって言葉を探さ、好きって言葉を探さ、好きって言葉を探さ。今すぐ素直になれ。イエイ。什么美玲说的臭袜子没礼貌？什么臭袜子？明明香袜子。你才臭娃娃！七夕快乐，虽然过了，都过了要半个小时，笑死！阿胖，大家喜欢穿的袜子吗？从外面回来就会懒得脱掉，但如果很热，或者是我那天流了很多汗，我就会脱掉。什么臭香？香，不过如何都香，一定是香，好吗？没有错这个选项，就香，好不？好啦，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嘞。我之后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就是后面，哎，我不知道后面几个礼拜呢。可能是后面几个礼拜，可能是九月吧。九月开始，我可能直播会变成十点开始，对，就是会稍微做一个调整。我这边还在过硬要，虽然没人过，不陪你过，你去找阿六。不要播太晚，会被姐姐骂哟。对啊，所以我要下播了。阿六外找，对啊，另外找你过情人节，快去陪他了。十点。没有，就是我没有要播太晚，就是我要，就是不是，就是我没有要加班加那么久了，好不好？好啦，那么今天就先播到这里嘞。晚安，大家七夕快乐！记得去看放小包。呜呼！大家晚安 ，baby， 姑奶奶。我该来什么？